今天终于走进了一个乌松郡的小窝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今天到我之前捡那个松树菌那个地方去看一下有没有菌子。确实有菌子了。今天终于走进了一个乌松郡的小窝子。哇，还不错哦，这里这一朵挺肥的。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发现了这么多乌松菌。这种菌子在我们这边真的少得可怜。这两朵松菌很漂亮，哦，这一朵挺大的。今天这个乌松菌算是收获满满。这一朵不行，这一朵也坏了。这脚下都踩烂了一朵，看，
今天还不错，捡了半篮子，估计有3斤多。现在能捡这么多菌子已经很不错了，不能跟之前比了。收工。